哎呀，谢谢谢谢。观众太兴奋了啊，太捧了啊。是。哎哎哎，没听见没听见啊。好嘞。你们怎么这有什么，终于开箱了，终于开箱了。多委屈啊你们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从全球赶来的观众是吗？对，看完这场不知道下场什么时候了。嗯，特别的感谢，嗯，大伙儿来到成都，哎，来支持我们哥俩。是啊，我们哥俩其实也特别的喜欢成都。嗯啊，都知道咱们成都的姑娘都特别漂亮啊。啊，是有，哎呦，你也别那么说，还有不是成都的姑娘啊，也漂亮也漂亮都行，不漂亮就给我哥了就。那很少，几乎没有。哎，咱屋没进来啊。行了行，可以了可以了，听我们多聊会儿。嗯，半年没见我们了不是。嗯，说实在的啊，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非常紧张。为什么呀？紧张，按我们行话说顶啊，知道吗？啊，就有点紧张。嗯，因为什么？好长时间呀没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出现了。还真是。我们哥俩我刚算了算，上次演出还是1月份的时候。哎呦，我们俩就是我师父说那种8月份开箱9月份封箱那种啊。不知道到不了9月份啊。嗯，1月份之后就好长时间没碰到一块儿，都忙是啊，主要是他忙了知道吗？您要不忙我也不忙你知道吗？啊，愣去那都愣去，咱我都不知道。嗯，我本来打算是6月、7月、8月连着3月每天小剧场演出的知道吗？他们也不信啊。你说我能说什么，你说这句话。没有咱是这个每年固定咱们这暑期档，大伙儿一见面不是挺开心的吗？就赶上他们放假。对，我的喜欢我的观众朋友都很年轻，对，一直在上学。嗯，都挺好的啊。刚才上了这俩演员呢也不是外人。谁呀？啊，这是我好哥们儿。哦，一个叫尚九锡，一个叫何九华。九字科的。哎，这都是我多年的小死党啊，都挺不错的。都是您的玩伴啊。对，都是他，我的玩物都是啊。没有还没丧志就是。快了，别瞎开玩笑啊。嗯，都是好哥们儿啊。是，总在一块玩，一会儿翻场的时候咱们好好介绍他们啊。嗯，这个俩人说了一段，这是传统节目叫学哑语。对，哎，我回忆一下，我上次说相声说的就是这一段啊。就是封箱。啊，哎，对大封箱跟于老师，嗯，可能穿的也是这，我也忘了啊。嗯，难道记不住了？反正这个节目挺好，挺见功力。对，挺见功力，可能这节目见功力和1月份的相比是差了一点点啊。没有，跟您那个版本比。不，人家说的也很好，各有特色。哎，人家说的就不错。嗯，我在旁边都看入迷了。啊啊，一直那个冲他们就招手来着，说的真好。让他们赶紧下去休息。啊，这场呢，把我们哥俩更换上来。是，但是我们哥俩不换上来也不行啊。哦，那本场演出就成诈骗了，对不对？是，人家尚九锡往台上一站，底下，好家伙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了。我说赶紧咱弄一车，咱赶紧回家吧，赶紧是吧？不至于，人太火了是吧？嗯，赶紧让他们下去，赶紧救救火。这场呢，我们俩给大伙演。哎，好多观众对我熟悉，我叫郭麒麟，对我搭档呢，那可说是更加的熟悉，对不对？我也叫郭麒麟的。你那差着了。你等我给儿子想好名字，你就叫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的好哥哥，嗯，严鹤祥。是，严。谢谢。我们现在，我们这单位都偏爱捧哏，现在。对，偏爱捧哏，就喜欢这没什么这舞台表演机会的演员。哎，好，严鹤祥不错啊，我确实是非常愿意和他在一块儿合作表演。对，我父亲也很喜欢他。那是，这是他的爱徒啊，知道吗？爱徒啊，那是，知道吗？啊，您说这是总队长，那人那不是我。你长差不多，您四队小队长嘛，你是，啊，小队长，你一步一步往上熬。嗯，我还大队委呢，对不对？嗯，严鹤祥不错，我爸也喜欢他。是，哎，起个名字严鹤祥，这是艺名。对，吉祥如意嘛。嗯，好名字。嗯，他本名其实不叫这个，我叫壮壮。哎，那不是本名。他坐飞机的时候啊，人家那空姐都喊，知道吗？还有一位旅客，壮壮，请您登机，都是叫这个。
都能免票的吗？那差着。这人家观众给起的外号。对对对，他也是干妈认的比较多。我呀，好，我伺候得过来吗？不都是妈妈粉吗？不都喜欢你吗？那都是您的妈妈粉，那都是。那我妈妈怎么喜欢你呢？那这个是一个小问题。隔辈儿亲，可能隔辈儿亲。是是是是，那说哎，他认了，你看没有？说那没用，撞着名字也挺好听的，哎，得观众开心嘛，是不是？嗯，我们也都挺开心的，是，真挺好的。嗯，但你说起个什么名字，本名啊、艺名啊、曾用名啊、别用名啊，包括外号，这都无所谓啊，它只是一个代号。对，评价一个人还是得看他的人品。哎，严老师的人品啊，我，壮壮这个名字太好了。你先等会儿。哎，我一听这名儿，到人品这儿你怎么隔过去了？不是，嗨，我这一时之间，您人品关键这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那个，你不用老捧我，著书立传的那个刻个碑什么，这都太多了，知道吧？我要死是吗？我要还都刻碑了。就是您的优点太多，好些条啊，我一时之间我不知道从哪儿下嘴，对吧？你说我是先来这个提筋儿呢，还先来这腰窝呢，是吧？先来这百叶呢，还先来这黄喉呢？您把我砍了是怎么着呢？别说那么恶心，不像话。就不用夸我就成了。不知道怎么夸你啊？反正啊，整个后台来说，我最佩服的，嗯，最崇拜的啊，您，为什么呀？哎，别的不说啊，我最佩服一点什么？嗯，低调。哎，这倒是，我哥太低调。嗯，真的，平时你看，可能上台穿着大褂。私底下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录这个严老师私服的啊，就是平时穿什么，平时穿什么，这您看看，不修边幅，也别这么说呀，可以说是邋里邋遢呀，真的随便一点，就是家里虽然有钱，但不往这方面走脑子。哎，这对对吗？无论去哪儿，背心裤衩是随便穿，背心来个背心，嗯，来个大裤衩，嗯，是吧？有时候也不穿，别介，什么时候都得穿。不是我那意思，不穿背心裤衩，不就换上大褂演出来了吗？啊，这倒是，对不对？嗯，正式场合还得穿得正式一点。对，因为什么呀？啊，心不在这儿。你说我呀？哎，有钱买衣服什么的，不买没用。哦，那吃饭舍得花钱？哦，我讲究吃，民以食为天嘛。嗯，中国人最讲究吃，嗯，也最会吃。对，严永祥就是我，真的家里头天天吃那东西，嗯，太讲究了。您给讲讲。简单说，他最爱那道菜啊？什么呀？所有的蔬菜，嗯，全都进口的。哦，蔬菜都给吃外国的。外国蔬菜啊，都吃什么了？有打这个巴布亚新几内亚进口买来的土豆，嚯，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，嗯，进口买的茄子，哎呦，从这个塞尔维亚啊进口买的青椒，哦，拿过来夸夸一切，切块炒，炒完了依旧米饭，特别香。我吃这个去铁岭就行了啊！您地三鲜呢？这是，你不有钱想糟吗？有钱别这么花呀！想糟吗？人那不是买仨导弹送一筐土豆吗？不是？没听说，有钱吃点好的。是好的，哎，好的怎么没有啊？你给说说呀。好的也有啊，和牛。哎呦，这好，这上档次。爱吃肉啊，就爱吃和牛。是，呵，好家伙，和牛牛肉吗？对，买回来切片。切好了片下锅先煎，嗯，哎，搁点洋葱，嘿，哎，来点豆芽，都炒好了往里放牛河，哎，加得了，撒点盐，搁点酱油，捞出来扑噜扑噜一吃，太好吃，吃和牛。您这就是牛河呀，这是，这是和牛吗？怎么能是牛河呢？你这炒半天这不就牛河吗？厨师还问呢，厨师怎么说的？好不好吃个？这就是牛河，这是，我广东厨子可不就做这个吗？不是你光吃那和牛，你不腻得慌吗？那我吃什么呀？应该你来点，先来牛河垫垫底儿啊，来点干的什么？紧接着吃这和牛啊！啊，对，这和牛吃好的，对不对？啊、你和牛你甭说做，嗯，养和牛多费劲呢。哎，这我听说过，是不是？啊，从小的小牛犊养起来的，是啊。之前你得先给它听音乐，对，讲究啊。听什么？听古典乐。哦，干嘛还给听着舒缓的？那废话吗？你老给它听那朋克，它不变异成牛魔王了吗？它不。对不对？这牛的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。这个、哦、老给听烧饼相声，可能那是、嗯、得听啊，听音乐嘛、哦，得听那个好的。哎，听完按摩，哦，还得按摩，按摩知道吗？这我知道。哎，专门把牛往这一趴，啊、嗯，请人按摩师傅过来，哎呀，都有手法啊。哎，弄好了，哎，先来，哎，盲人按摩呀，不就成语吗？怎么说？盲人摸牛是吧？嗯，
哪有这么一句盲人摸象，先拿牛练练手嘛，对吧？他跟这儿等着我呢，按摩。嗯，按摩完了吃饭了。哎，这得该吃了，开饭。开饭吃那草呢都是精心调配过的，对，真的那有配方呢啊。吃完了草得喝啤酒。牛还喝啤酒？哎，那要不然那肉质怎么那么鲜呢？哎呀，喝啤酒啊，喝啤酒。那反正这个牛自己挑。嗯啊，牛自己想喝什么啤酒喝什么啤酒。喝什么？像什么燕京的呀，青岛的呀，哈尔滨的，反正他爱喝哪个喝哪个啊，都是国产的。哎，喝国产的好啊。嗯，这牛喝完了，反正他可能叫唤那声儿都不一样。这喝啤酒跟声儿有什么影响？喝，你看这门牛都闷闷叫啊啊！但你说要和牛，嗯，喝啤酒的和牛，嗯，就不这么叫了。它怎么叫呢？你比如说吧，喝燕京的牛怎么叫？闷瑞。哦，这干就北京南城的牛，哎、这是、啊。你说吃饭闷瑞闷瑞，吃了啊。哎，你再说 喝青岛的怎么叫啊？再不这么叫，嗯，闷瑞闷瑞。你哦，这听着舌头根子发硬。哎，啊，你要喝那哈尔滨牛，那叫最好听。那怎么叫啊？门哈呀！好，这牛都成精了。哎，就跟上九溪意思差不多，你知道吧？哦、哎，门哈呀，这牛多好啊！太讲究了。是牛养大了，嗯，你得杀它吧？对呀、啊，咱吃啊。哦，杀也不能虐杀。哎，对，咱看不下去。是，尤其严老师。嗯，见不了血，我心眼软啊！你说真好，拿个大砍刀啊，给牛摁住了，咔嚓就这一刀，大牛脑袋地上咕噜咕噜乱滚，顺着枪子噗噗往外滋血，太残忍！您说的够痛快的呀，您这，您是太残忍吗？不是，就是这个残忍的，您不是看不了吗？那应该怎么办啊？咱怎么办？电击。哦，国外都是电击。对，这样它等于善待动物嘛。哎，一样是杀，你善待它。嗯，这个严小强自己就来了。我自个儿电击，他控制这个呀，哦，你怕给牛电疼了呀，对不对？哎、电击，嗯，这弄一电门，弄一电门，哦，弄一根儿电线，你看，哎，这电线噗杵这电门里头，嗯，这头呢你拿手攥着，哦，哎，你拿手一摸这个牛，这牛就死，对，啊，这电牛啊，这电我呀、啊，牛先没死，我先死啊，你不善良吗？你善良不能这么电呀、啊，那怎么办？那电这牛啊，你得想别的辙啊，嗯，搁河里头。搁河里怎么电？水能导电呀！哦，水能导电呀，对吧？这么个原理。哎，弄一电门，嗯，这电线插这里头，嚯、哦，这边顺着那河里头，啊、嗯，这牛只要一下水就电死了，那就完了啊。嗯，但是牛也聪明，哦，求生欲望很强啊。嗯，怎么着他也不往那边去啊。是啊，你着急啊？我怎么办、啊？拿小辫赶啊！哎呀，赶也不走。嗯，你怎么打他？怎么踹他？怎么骂他？他都不动啊。那怎么办啊？给严强急坏了啊！一翻身骑上去了。对，这牛打都不用打，自己就往水里跑。你又跟我同归于尽了吗？啊，就说你善待动物嘛。我善待动物，我得对自个儿好点儿。下来，反正咱不管怎么着吧。嗯，给这牛弄死了。啊，弄死了。弄死之后准备吃吧。来吧，专门请那厨师哦来做。嗯，这和牛太讲究了。您说说，讲究在哪儿？不是说怎么养啊，在于它的血统。哎，对对对，这太重要了。这有说头。吃这牛之前啊，先看一证书。什么证书？这证书就是他出生证明啊，哦，户口本啊，啊，这上面写着他爸爸是谁，哦，他妈妈是谁，他爷爷奶奶、姥姥姥爷都是谁，哦，这么详细，这才能知道是不是一头好的和牛啊。血统，严小强往这一坐，嗯，人厨师把这来吧，您过目吧。呵，严小强拿过来一看，看人们人真好啊，纯呢，这和牛啊，嗯，父，嗯，严鹤祥，母，翠花，你别来了，这牛是我儿子是吗？严小强当时就急了啊，烤了吧，这烤，我怎么那么狠呢？我人一会儿端着这和牛上来了，嗯，严小强一看眼泪也下来了，毕竟是亲生的，太肥了，太肥了，吃你的，我嫌肥是不啊，反正就吃和牛嘛，像话。总而言之这和牛算吃上了，嗯，这是会享受，我就这么享受啊，朋友们享受啊，虎毒外不食子呢，夕阳享享受，这是、嗯啊、我都没法翻着，对，其实我也不是那意思，我也没想到他们跟你说的这么大反应，我嘴欠吧，这不半年没说了吗？这不是，就有这享受，好吧？哎，有这享受，但说要会享受，嗯，没有他爸爸会。哦，我们老爷子，那当然，嗯，要说严鹤祥的父亲啊，嗯，詹姆斯先生，对，这个，你就这点是你爸真传，我跟你说，白是白，像话，什么？我姓严，我爸爸姓詹姆斯，不是关键咱我说了七年了，我以为是真的了，没听说过。你姓郭，你爸姓约翰逊，你乐意吗？
我爸拿药盯着呢，现在。对，那都是，那都是。我去你了吧！不像话，不是、啊、叫约翰逊，不是、啊、不能叫詹姆斯啊！我那意思，嗯，您爸爸不是当时那个就在起了个外国名字吗？哦，留过学，哎，留过学，嗯，起外国名字叫詹姆斯，这还不行吗？这可以。对，詹姆斯嘛，嗯，前日在上海骑着那个摩的让人摁下来了，对吧？您说这是哈登那是啊？詹姆斯哈登嘛，没听说。你们都以为勒布朗了吧？对不对？不是。您离那球星能不能远点去？就说我爸爸就爱看篮球，爱看个儿高的人，我踹死他。那广州的票都买了吗？不演了，朋友们，不演了啊！退票，从我这儿退票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广州不说这句了，就你真讨厌，你看看。嗯，不是，就说那个，就说你严老爷子，哎，就说我爸爸吧，踏实了吧？哎，可以，严老爷子，严老爷子，嗯，会享受，对，啊，嗯，而且人家不是说什么喜欢那个攀比呀，嗯，招摇也没有，那跟我一样。什么叫真正的享受？您说，想干嘛干嘛，哎，爱吃哪口就吃哪口，活得自在，不用什么那个锦衣玉食，没必要，啊，给谁装呢？是自己爱吃，嗯，早晨起来，嗯，烙张大饼。啊，你好爱吃、啊、顺口吗？在家就做烙个大饼、哎、嗯，好些层呵，热热乎乎的，嗯，拿出来先撕一块，嘿，爱吃啊，啊，拿个大饼，嗯，加巧克力吃啊，喝里头，这玩意儿好吃吗？不是糊嘴啊，不是糊嘴啊，能不糊嘴吗？老爷子好吃这口，你管着吗？啊，就这个人喜欢吗？啊，吃完了，吃饱了，擦擦嘴，擦擦手，来吧，喝茶。哎，喝茶好，爱喝茶呀、嗯、正经杭州买的哦，最好的，嗯，明前的，哎呦，清明前的贵呀、啊，贵贵怕什么？家里有钱，是啊，就这点爱好还不满足吗？哎呀，正经杭州啊，明前的香菜啊，拿过来，摘吧摘吧，往水一浸，呵，香。你想、哎，有七香菜喝的吗？爱喝呀，爱喝呀，管着吗？啊，就好这口。哎，大饼加巧克力，就喝香菜，好，你知道吗？像什么偏方？对。嗯，咱不知道治什么病啊，嗯，哎，这吃喝喝，嗯，吃饱了喝足了，嗯，拾掇吧，还捯饬一下，哎，梳洗打扮一下吧，哎，老话讲得好啊，嗯，剃剃头，刮刮脸，有点倒霉也不显，什么老话啊，真的，这都 freestyle 的，这都是，嗯、你知道吧？刮脸，刮脸，哎，好好的，胡子长长了，嗯，自己在家刮吧，是不好来，怎么呢？老爷子上岁数了啊，哎，脸上那个皱纹啊非常的多，哦，皮也都松了，嗯，你看，你看那个于谦老师没有就。就那样了，就那个模样。哎，那样，你想，你拿个刮胡刀，你眼神也不好，你再给刮破了，哎，容易受伤，得不偿失。嗯，怎么办呢？要说严永祥人家行，大孝子。我哪看出孝来了？看着父亲有困惑了，买，嗯，买了一个全自动刮胡子机。这我都没听说过，嗯，怎么叫全自动刮胡子机？就新出的啊，新出的，嗯，全自动刮胡子机，一人多高啊？哇，这么多高，这么高啊？哎，一个跟大冰箱似的，哎，脸这儿有一窝，是吧？哦，有一窟窿。嗯，这平时你要想刮胡子，你就把脸搁进去。哦，这里头好几万个刀片啊，哎、好几万刀片。这儿一点个按钮，就是哦哦哦哦哦，他爸爸跟你能刮完就好了。哎，不是，那这个每个人脸型都不一样啊。哎，第二次用就一样了。对，啊、哦，把脸给炫了是吧？好胡子没了，鼻子也没了，这个，你这长个这个多突兀啊！这是孝顺吗？这那这老爷子后来一想也不行，这弑父这啊，把这放躺下，嗯，听人过瘾，你说这玩意儿，把这放躺下，送厨房去，嗯，往厨房一搁，怎么还是得刮呀？还刮？出门刮去吧。哦，出门走，这不让自己来了。嗯，家门口有个理发店，哦，上那儿去，理发店别小瞧啊。怎么呢？人老板。那是意大利归国的华侨，嚯，这么有身份？那可不，嗯，想当年在意大利专门给那个国王啊，什么那个公主，给他们弄这个，我也是贵族啊。那可不，你想想吧，他怎么给国王刮，就怎么给你爸爸刮。我爸这么大福气啊，嗯，没什么事儿的时候，那老板往门口一站，手里揉俩核桃，嗯，倚着门，那街坊胡同的小孩都认得呀，是，都管他叫马大爷。哦，这大爷姓马？哎，不姓马，嗯，姓白。马大爷怎么姓白呀？这全名叫什么呀？哎，马龙白兰度。对，好，这是教父。哎哎哎哎，哦，教父给你爸爸刮脸，也揉俩核桃，也揉俩核桃，在那站着。你想，你爸爸那什么人？是那趁钱的贵族，那是。对呀，天天的那个派就有。
不怒自威。嘿，推个门进来，拐棍把旁边一搁，往这一坐，嚯，说话了，哎呀，马先生，你看我这个胡子一天一天的见多了，我自己在家呢也不好刮，我皱纹比较多，就跟那个沙皮狗是一样的。没有这么说自个儿的，就不怒自威嘛，不怒自威、还自威呢、哎，跟那个是音、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、您看看这怎么办？马大爷一看这简单，这行，这您放心，我给您办了。手里不是揉着核桃吗？来，您张开嘴，噗，塞你爸嘴里了。怎么把核桃扔嘴？你看你听着，你爸也纳闷啊，嘴里含一核桃。这什么意思？您看呀，您脸上不皱纹多吗？一塞这核桃，您这皮肤就都鼓起来了。你看你一大球，你看这个想怎么刮咱就怎么刮。哎，这是个主意。呵，你爸高兴啊，有主意啊。刮吧，刮完了你爸噗把这核桃吐出来啊，搁边了。要说马先生您还真有主意。哎，我多句嘴啊，你说这个核桃要是不小心咽下去了可怎么办呢？对呀、您也别太担心啊，您就跟他们一样，过两天给我送回来就行。啊，好，这马大爷他别闻了就，这马大爷太脏了这个。我说你这个核桃包浆这么好呢、我还以为你是拿手盘呢。哎，行了，您这玩意儿太恶心了。这不享受吗？这不这么享受啊？享受吗？这不是？别提这享受了。您就说，就他爸爸这生活、一般像我们这普通老百姓过得了吗？就一般人受不了这罪啊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受罪呀、这都上流社会的人，你就说吧，天天的跟家里锦衣玉食，来吧，想有什么有什么、想买什么买什么，想干嘛干嘛。人家要说来德云社说相声，纯为了扶贫，知道吧？我为扶贫吗？纯为扶贫，因为我们这都不行，后台不行啊。人家这技术也高，完了之后家里还有钱，那不挺好的吗？对啊，而且现在啊又长新本事了。什么新本事？不光是能说相声，还会说评书，啊，是，在小剧场说过，太好了，你看看你，这是你的男观众啊，喜欢你，偶尔有那么一两个，不能，我都爱听他的评书，啊，你也听过，真的，所以真心的祝愿啊，希望你以后只说评书，你说捧哏听这个多糟心，你没有，耿哥闹着玩呢。说评书不老就伤眼，也是好嗨嗨的治了吗？不是，你说这干嘛呀？没有，就夸夸您吧，夸夸你说评书，我也爱听。哦，你也爱听？真的，他那个评书出去之后，我先第一个上网先搜。您先来，我先听，我是他的忠实粉丝。你也没买会员你啊？不是有什么字幕组是吗？我看你们那个，真的，我因为什么？我爱听我哥夸我，你知道吗？我有时候我就爱看他评书，人讲的确实不错，讲的确实不错，而且我们哥俩也熟，不用看视频，不用看字幕，我直接能听得懂。而且现在轰动了，你看评书轰怎么回事？我一说我哥说评书，你摔一大马趴，你这真的一个华贵玩意儿，他又来了，进球了，又来，怎么就这么不喜欢我吗？我就寻一会儿我下让我哥说。说的好极了啊，没事我就听，没事我也看。现在不光说咱们看啊，现在海外都有市场。哦，海外的观众也听吗？外国朋友都喜欢看。是吗？你像什么这个阿拉伯的王储，哇，俄罗斯的寡头，欧洲的贵族小姐，非洲的酋长夫人，全喜欢。听我的人这么杂呢是吗？哎，都不约而同的都是小姑娘，知道吗？非常的喜欢您。这俄罗斯寡头也是小姑娘。对，这寡头我想起我爸爸来了。他那个寡头是寡妇的头，你明白吗？寡头。对，俄罗斯妇联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个这么些人都喜欢你啊。啊，都喜欢我。都喜欢你，但要说啊，最喜欢您的，不是这些位，最喜欢您的什么？是一位意大利的贵族小姐，社交名媛。还得是名媛，名字太好听了，叫做帕尼尼。对，我招一三明治喜欢，我也没什么骄傲的。我这说话，这什么名字？这帕怎么能？这还不如那帮寡妇喜欢我呢。你怎么能是三明治呢？这帕尼尼不三明治？你听他弟弟那名字，他也不能是三明治啊。他弟弟叫帕斯塔。
他弟弟叫通心粉的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一听就是老意大利啊。对对对，不对，老面馆这是。老对对对对，老意大利炸酱面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帕小姐，帕小姐，哎，对对对，这帕姐啊，帕姐喜欢你了，嗯，爱上你了，嗯，而且人家的身份非同小可。他什么身份？那是意大利最大的黑社会头目的千金。我就黑手党啊。黑手党啊。看一看看电影看多了。马兰白兰度吗？不那都是电影里瞎写的。啊，他们家那是真正有实权的。哦，意大利黑嘴党。那不意大利说相声的吗？就是吗？意大利黑嘴党，那么欠的怎么？你甭管，你甭管，现在是靠这个的时代，你知道吧？黑嘴党，意大利黑嘴党的名媛，名媛哦，黑嘴党党魁的大小姐，我净招着说相声大小姐，你知道吗？喜欢你，我这怎么这么大反应啊？这不知道，不知道了，没事没事，反正。这算咱赶上了，算赶上了，赶上了，哎，这算饶的，这算饶的，哎，突然和观众不谋而合，不在那剧本里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再来一回吗？再来一回，再来一回了啊！反正就是名媛，名媛大小姐，嗯，喜欢你，喜欢我，爱听你，对，非得要跟你结婚，我还得非得要跟我结婚，这玩意儿，结婚享受，享受。去吧去吧去吧，得去啊。嗯，你想啊，一个是来自东方的贵族艺术家，嘿，一个是来自西方的黑嘴党党魁的大小姐，那真不好说。你你看，要不是咱说相声的，嗯，我也是黑嘴党啊，这俩人啊，反正半年没演出，这市场就这样了。哎，这我也没猜着，你知道吗？就俩人就说吧，怎么在一起吧，就要谈恋爱。谈恋爱，人信儿传过来了。嗯，你就听说了？听说了。门口那小报传的都是这事儿啊。小报传的，哎，电线杆子。人家不是头条传的呢？头条，赖我太老了。嗯，哎，那电线杆子上贴的都是你们俩这照片啊。哦，哎，什么年代的事儿？电线杆子、哎，我到欧洲找狗才贴电线杆子呢。别往电线杆子上贴呀。不是啊，跟你那不是重金求子吗？人家这。那都诈骗啊，收手续费，你知道吧？你怎么老瞎说？就是反正是就是、反正就是闹着满世界都知道，哎，满城风雨，哎，满城风雨都知道了。嗯，你得去啊。我得去。你去你怎么去啊？嗯，开汽车。哦，开汽车。那这我们撞着那老司机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哎，又来了。哟，嘿哈，太棒了。咱就别往那儿引了，他不可以了，大怎么迎合观众啊？你怎么这样了？你这是。他是个老司机，开汽车、他有一个大越野，嗯，大伙都看过他那个，嗯，挺好的越野车，嗯，开车奔那儿去，哎，下楼，坐汽车里头，嗯，打个手机，嗯，搜导航啊，得先，哎，对对，哎，先跟那正输导航呢，嗯，旁边有人敲的玻璃，当当当，当当当，干嘛呀？走吗？拿我当黑车了，给严翔气坏了，嗯，不走，就是，啊，还干嘛？不走啊？嗯、哎，不走，你看看这个。怪你这看什么？我也不走啊！你就是警察叔叔，好嘛？警察，警察同志，人在呢，人在呢，等同志，把车给扣了。哎，对了，这是劳斯莱斯是吗？啊，把车弄走了吧？怎么办呀？嗯，还得走啊。那怎么办？怎么去啊？骑摩托。这才引到这儿啊！那当然了。你这别人记录下三秒一个大尖儿，咱们都有这个、嗯、知道吧？骑摩托走，骑摩托吧。那好，杨翔就爱骑摩托。嗯，哦，我这趟骑摩托是为了找人家结婚去。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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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、哦，不是诈骗，不是诈骗，不是。嗯，上那有事儿，黑嘴党人喜欢你，哎、嗯，教教你怎么嘴更黑。什么动作、啊？就来呀，就这意思、嗯、是吧？人来都这样，您来怎么这样、啊？不是意大利风俗吗？这不是、哦？去吧。哎，来吧！骑着摩托，心里开心啊！是，边骑还边唱呢。我怎么唱？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，可以。他永远不会堵车。行了行了，就别唱这个了。高兴高兆兴，太高兴了。骑吧，嗯，骑车奔那儿走了。嗯，简短结束吧。嗯，骑着，怎么了？就骑到西安了。哎，我先到的西安。对，你大伙在抖音上都看见你了吧？嗯，对不对？不都是我发的啊、哦？是吧？嗯。到西安，嗯，没想到却被牵绊住了。
哟，到西安怎么了？遇见了自己一生当中的羁绊。谁呀？这天早上，八九点钟，阎鹤祥还睡着呢。突然有人敲他酒店房门。哟，迷迷糊糊下来开吧。打开门一看，吓一大跳。谁呀？是自己孩提时期懵懂无知的初恋女友。初恋追到这儿来了啊！都知道你不要跟那大小姐就成亲了吗？哦，这初恋是截胡来了，把门敲开了。你们俩四目对视啊，都傻了。哎呀，说不出话。嗯，姑娘还跟当年一样风采动人。哎呀，但是这个时候她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。眼圈红了。是，这么多年你过得还好吗？阎鹤祥听不了这话，把头也低下去了，把屋给我收拾了。哎，好嘞。保洁阿姨是吗？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。我这前任怎么混这么惨呢？这没有你呀，活不下去呀。这保洁阿姨也挺好的，挺好，是吧？也挺好的。反正推荐进去给你干活去了。你阎鹤祥一想，不要他，不要他，我这都黑嘴党驸马爷了，我，对不对？我管那玩意儿干什么呀？身份就高了。好马他不吃回头草，哎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。是，兔子急了还咬人呢，狗急了还跳墙呢。这都什么词儿啊？你就一时之间回想了好多俏皮话，那就不用这么形容了。哎，走，不理他，我走，去，去意大利。啊，去意大利吧，骑车走，走吧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我怎么那么爱唱歌儿？又走了。简短结束，他这回更快了。没几天的时间。出了国了。哦，出境了。哎，出了国。啊，到了西域了。哎呦，这一天，来在了乌鸡国。你先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我是娶媳妇儿，我是取经啊。啊，您这不西游记吗？乌鸡国是西游记，我熟啊，西游记。你熟就按您那边上，关键那边呢，咱们那个这中东那边我也不熟啊。咱就说乌鸡国，大伙都知道，就反正就那边啊，到乌鸡国。哎，乌鸡国，而且乌鸡国还有个友邦啊，它是白凤国。哎，就在那边，这是个药店吗？这是。阎阳骑呀，高兴啊，到乌鸡国了啊，骑着骑着，不让骑了。怎么不让骑了呀？前面把路给封锁上了。怎么回事？骑过去一瞧，明白了啊，那边啊有恐怖分子。哎呦，劫匪！哎呀。把头里一个写字楼给控制住了啊！扬言啊，要把这写字楼上下七层全部炸平，太狠了！警察着急呀！啊，找了十好几个谈判专家啊，过去谈，哎呀，没一个有用的。哎，这会儿人马上差不了几分钟就要引爆这个炸药了，多危险！都急得不行了啊！这会儿就看那个劫匪站在楼上，往底下看，俩眼突然亮了，哟，壮壮！这劫匪都认识我是吗？壮壮啊，行啊，这他那儿的人都听过你的评书啊，你想想啊。哎呀，这警察一看，行了啊，大救星来了。来，您受累，您给我们帮帮忙吧。我给说两句吧。阎鹤祥气宇轩昂就过去了，回去挺着胸脯就回来了。嚯，搞定，这成了。他说要炸几层楼？上下七层。嘿，现在只炸第一层，那不一样吗？那不是，炸一层上面不也塌了吗？那不。阎鹤祥骑着摩托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我就是恐怖分子，我跟你说。再不走，怕人警察打他。行了，走吧。嗯，走来走去，又走不了了。又怎么走不了了？路又封上了。啊，还是劫匪。怎么老有劫匪？咱也不知道他这儿怎么那么乱啊，还是劫匪。下来一看，这回是挟持人质，比那还狠啊！挟持人质，旁边的警察。着急的不行，急得五脊六兽的，是跟着来回走柳啊。嗯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啊，一回头看见阎鹤祥了。啊，壮壮，我一猜就是。哎呀，这评书太风靡了啊！壮壮，快来，快！你看这没办法，快帮我解决一下吧。啊，这劫匪挟持了人质，两个人这距离太近了。对，我们埋伏了这么多狙击手，没有一个敢开枪，有危险。阎鹤祥微微一笑，啊，抄起狙击枪，看都没看，一楼扳机，啪，就这么准，太准了。就是，人质脑浆子都出来了，把人质给打死了。警察气坏了，啊，怎么人质打死了？对呀，阎鹤祥一指那劫匪。你看他怎么办？这什么主意？这是
杨小夏，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。我又跑了啊。不对，你再回来非累死你不可，你知道吗？回来绕着点走。哎呀，玩命骑呀、啊！嗯，这通骑，嗯，要说骑得真快，是三天的功夫，眼看就要到意大利了。好，骑太快了。到意大利是到意大利啊，进不了人那境。怎么进不了啊？又出事儿了。我是柯南，我跟你说，我到这儿能出事儿、啊？又出事儿了。啊，这个不是小事儿啊。这回呢，天上有两个直升飞机啊，可能是没预测对，怎么着撞一块掉下来了。哎呦，空难啊，多惨啊！是啊，警察封锁了现场啊，挖出了120多具尸体。你先等会儿吧，俩直升飞机能装那么多人啊？是啊，警察也不知道底下有一坟地呀、啊。好、啊，把人家坟都刨了。后来在那儿滞留了7天。那我们这这么多人出殡多长时间呢、啊？弄完了才能走。嗯，这回啊，真正是骑到了意大利。您说我容易吗？不容易啊。嗯、啊，到了意大利罗马。哦，首都，首都，嗯，找地儿好好的歇一歇，哎，歇一歇，嗯，先找个好酒店，都是那5星级的豪华大酒店。那我住得好啊，喜来乐，嗯、这个、啊，我犯病了，我犯病了，我是，喜来乐的，我住那叫喜来登，有灯啊，那儿有灯，哪酒店没灯呢、啊？你说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，不是李宝田啊，是吧？不是喜来登啊，喜来登，嗯，嘿，喜来登住的喜来登大酒店，哎，刚办好入住，嗯，人外边有人敲门。哦，打开门一看，4个黑衣男人，哟，哎，都穿着黑西装，戴一黑墨镜。啊，您好，我们是黑嘴党的成员。哦，这来找我了。听闻您呢，莅临了我们意大利了 啊，我们党魁呀、啊，想见见你。哎呦，明天中午，咱们约在比萨斜塔，12点不见不散。还得约着名胜古迹，告辞啊，走了。嘿，人走了，你想想，那老丈人想见见你啊，我住老泰山啊。对呀、啊，那不见不行啊。是啊，去吧，来吧。第二天到了比萨斜塔啊，一看那广场一个人没有啊，怎么没人呢？旅游景点清场了，清场了。我这么大势力，黑嘴党吗？啊，清场了。哎呀，一看，那你进去吧，也没来过比萨斜塔啊，挺好，挺高的塔，它不正是吧？对对对，它歪着的。嗯，哎，那螺旋楼梯一圈一圈往上走，嗯、啊，上楼梯吧，上吧，在顶层呢。嗯、啊。不，你先等会儿，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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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会儿，我是喝多了，是怎么着？我怎么这样？比萨斜塔吗？你不得老得斜着上去吗？你不得？您不用学那么详细的吗？上了顶楼了，嗯，一上顶楼，人家都到了，哦、党魁坐在正中间看着你正乐呢，黑嘴党，你一看他，你也兴奋了，为什么呀？认识谁呀？这不马大爷吗？这。啊、就我们家剃头那个。对呀，哎，怎么到这儿了？马大爷看你也高兴，嗯，站起来走过来了，啊，哎呀，贤婿，没想到你还真来了，嗨，爷们儿，我也没想到是您啊，你看看，你这么说可外道了，我可很看好。不是，咱换一地聊天行不行啊？这什么呀？这斜塔上握手，我这太难受了。这斜塔这老得这样吗？你就挑这地方，换个地儿吧，反正简单就聊聊天，嗯，就简单说了说。当年呢，这马大爷回到中国，就是因为他闺女喜欢你。哦，这个原因。开理发店那是乔装改扮。哦，想看看你平时为人怎么样。你看看家庭环境如何。哦，看看不错，让你来意大利成亲是看你有没有恒心，有没有毅力。多认真、啊！一看还真不错啊，真是他的如意的贤婿啊。你看看，乘龙快婿啊，太好了，也不跟你多客气了。嗯，吃饭吧，我开餐了啊。一个长条的大桌子啊，摆在比萨斜塔里头。哇，一头在这儿，一头在这儿。我这落差这么大，对呀、啊，他高鞋嘛，他、啊、是吧？你这怎么吃吧？嗯，人家客气，把你这个放在了上游，哎，你搁上边、哦、高这边，老丈人呢在这边，嗯，老丈人这边，俩人也不客气了，哎，得了，爷们儿，那我可就不让您，不给您夹菜了、嗯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啊，你就吃你的，你就吃你的，俩玩跷跷板呢，这是。哎，聊天吧，嗯，上菜吧，来吧，头一道菜什么？太棒了，嗯，头一道菜鱼子酱。哎呦，这东西贵呀、啊！这意大利名吃啊！是啊，贵啊！贵怕什么？那黑嘴党有的是钱。哎呀，您吃平时吃那鱼子酱好几千啊，拿一小盘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小盘装的、嗯，人这没有，我们这个搪瓷盆这么吃鱼子酱？哎，能吃鱼子酱还能和馅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好、哦，这么来的？哎哎哎哎，他们都看过了。拿一点大盆儿，嗯，哎，往上一搁，嗯，搁你面前了，嗯，你看这行啊，来吧，太好吃了，嗯，拿一勺了更要快，嗯，再看这盆儿，嘘，到你老丈人跟前了，哦、老丈人拿一勺，
跟喂狗似的，你知道吗？有这么形容的？哎，就吃的它快呀、啊，都吃了，滑下去了。你想，那算了，不吃不吃吧。是，等第二道菜吧。嗯，第二道菜好啊，白松露。哎呦，这贵呀、啊！太名贵了，更贵了。这意大利拿手菜。嗯，吃吃小鸡儿炖白松露。这好东西全这么糟践了，我跟你说。哎，这小鸡儿绝对是喝哈尔滨啤酒长大的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拿回来，放你面前，你看这个行啊？来吧，好吃，来吧。啊，刚拿一勺。再跟这盆嘘，又下去了。老丈人，拿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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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，这回跟喂猪似的，也吃了。嗯，再等吧，再来吧。第三道菜啊，炒鹅肝，这别错过了，那得吃啊。嗯，阎永祥一看也乐了啊，这吃过呀、啊，这个怎么吃过？炒鹅肝不能拿勺㧟呀，嗯，那端起来那转着碗边吸溜啊，是吧？你得这么吃、啊。这不是鹅肝，这炒肝，知道吗？这是、啊，一个意思，一个意思。什么呀？你得这么吃啊。啊，这把桌上刚一搁，嘘。这么会儿三条微信了，哎，又出，又下去了，嗯，怎么办？吃吧，嗯，老爷子，啊，对，他也是老北京，一看，哎，都吃完了，嗯、吃完了，阎香气坏了，就是，我说老丈人，您这不是搞我吗？您这不对呀，您是让人吃还是不让人吃？什么都没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下一道菜就专门给你准备的。哦，这侍者端着盘子拿上来，打开盖一看。是俩核桃，核桃。哎呦，这怎么吃？来，这你塞嘴里啊！干嘛非得塞嘴里？你就得塞嘴里。为什么呢？这你爸爸刚送回来的这个。去你的吧！